带上了，房东给我的拖鞋我觉得很舒服，所以我还是带上了。然后啊，这个杯子我犹豫了一下，我还是把它带上了。我觉得这个杯子真的太有意义了，因为是我最爱的超市。这个是其他人送给我房东的礼物，然后我房东他知道我喜欢这家超市，他就把这个杯子给我了，然后我就带上了。是飞机，然后我现在在给我的手机充电，我可能一会儿14个小时我准备在飞机上剪视频。我昨天把我的平板我把我的电脑充满了电，也没有什么事情可以做，我也没有下载电视剧啊什么的。Thank you.